一名男子蹲在地上，被警方团团围住。救！苦嘞的，手放着，手放着。苦嘞苦嘞，你苦嘞的好啊。民警拿走男子的背包，搜查他的物品。男子遭到原警逮捕，而他被逮捕的原因是因为他涉嫌拿石头砸破车窗偷钱。不止这辆，这名詹姓犯嫌涉嫌毁损多台汽车，尤其专挑计程车下手，为的就是窃取钱财。以路旁石头将车窗打破后窃取车内财物，其中有多部受害车辆为计程车，经警方积极查缉侦办，掌握犯嫌交通工具及住处后，于16日将犯嫌具体到案。窃案发生在云林，詹姓犯嫌在今年4月就曾因砸破车窗窃取值钱物品而遭到羁押，没想到释放后再度犯案。警方重启调查，全力侦办，所幸已将詹姓犯嫌查缉到案。偷窃来的钱财已被嫌犯花光，现在旧案还没判刑，又在犯案，罪加一等。